在马来西亚呢，现在你按摩，如果你是清真人员，那你一定要注意了，因为它有个新的规则。注意了，这是今年才实行的规则哦。这是从今年才开始推出来的新规则。如果说你是男性，那你只能找男性按摩，女性当然只能找女性按摩，不可以异性之间按摩咯。因为曾经的话，男性还可以找女性来按摩，但是为了这个新规则，很多的奢华酒店和按摩院都拼命的在寻找男按摩师，所以说男按摩师的福利到来了。如果你是男按摩师又有好的技巧的话，那你来到马来西亚任何一家按摩院和酒店，你可以随意要价。告诉你们，你们找了女技师的人一定会后悔，你们现在把他叫回来摸摸他的手，你就知道他的手跟经络是真的上天的结果。我来摸摸他的手，来，我可以摸摸你的手吗？小哥哥果断拒绝骚扰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